阿尼姑，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安静的地点？我再也受不了了！糟了，蝴蝶飞走了！阿尼姑，我说过几次了，不要把恶烂的东西放在餐桌上。我死定了！阿尼姑，你给我下来！等等啊！妈咪，我爱你。我的阿尼姑没掉了就好。怎么会呢？是吗？看我的龟派劈功！这是哪里啊？糟了！阿尼姑，我们准备开始吧！一二三，来！阿尼姑，哎呀！阿尼姑又闯祸了！今年最摇滚的亲子音乐剧，10月29、30，台北表演艺术中心，一起来闯祸吧！